天哪，这个光，把光换一个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刚才的光完全看不清，但现在的光还是有点看不清，咋回事啊？怎么还是这么曝光？之前的光明明挺好的。看到我脸都看不清了。晚上好啊，巴拉布棒糖。晚上好。哇，你们的 ID 都好长啊，是吧？我又来闪现了。晚上好啊，哎，我这个脸好曝光，我再换一换光呢。哎呀，哎妈呀，会不会好一点？其实不 Yes Mola 的时候蛮少女的，我是百变小樱。好亮啊，真的好亮啊，我都看不清我自己了。晚上好啊，我好亮，你可以说我是亮丽的亮，感觉比昨天。谢谢小傻瓜，真的好亮啊，怎么这么亮，太无语。对，我是亮女，笑死。姐姐好狠，就是居然没有虾，连一点肉都没有，我吃的时候怎么不对劲？你吃的时候没有虾呀？我在开直播呀。我知道。一点肉都不给我。西西子说他今天要吃菜，就是吃那种叫什么来着，沙拉结果连虾都没有。对，金妮姐姐给点的一点肉都没有。还不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你要吃菜吗？这不给你点了纯菜，这确实挺菜的。对啊，你还有那个鱼头，那是我吃还好你有鱼头。谢谢巴拉比巴拉布棒棒糖送了个秋天的奶茶。请问主播是我？来嘛来看看，这是什么肌肉知道吗？再这样说我就给你一个鼻孔过肩摔，你懂吗？看名词加形容词。不是那个菜，我天，我的这个刘海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修剪过刘海，我天，头发乱糟糟，我天，今天是邋遢少女。我是你的抖音粉丝，我直接给你拉黑了，你去抖音关注我吧好吗？我直接给你拉黑了，也不知道是谁，老像一拳一个十米远，别说十米远，我直接可以抱着你，把你像掷铅球一样扔出去。哎，你看我手这样挡着，光线好像会好一点。天哪，我要手动为自己控制这个屏幕的亮度，手都要举泪。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喊我老公啊？我不是航母，我粉比较多嘛。某一版将将代餐有，我谢谢。我要是这么猛的话，我就是广巴最猛的 T。谢谢世上最可爱的大笨蛋江远送了个球给你。是哪个 ID？ 你是谁改的 ID？ 来让我猜一下，是谁又这样子？咳咳咳咳，史上最可爱的大笨蛋啊！我怎么变成笨蛋了？你是哪个 ID？ 让我猜一下，你不会是泡虎包吧？就算你是大笨蛋，双手平举就是这。哦，你在这儿哦，对不起。一个傻瓜一个笨蛋，这个真的什么？我是你老婆啊，对不起，我老婆有点多呢，我不知道你是哪个。
海风静静的吹。谢谢巴拉比巴拉布棒棒糖送了一个玫瑰花，谢谢路边的小新送了个姻缘棒。哎，手动调一下灯，看亮啊！哇，好神奇啊！哇，亮啊！我已经掌握了他的技巧了，我已经掌握了控制我手机亮度的技巧了。我的手要永远的摆在这里，来拉远了看，我就像那个孙猴子，就是搁这这样举着，我就这样子，无语。手累吗，宝？不累。我是动态孙悟空，孙悟空风平被害，怎么？陈路人，这是魔术主播吗？对，没错，神奇吧？一个月只能改一次，我这儿一个月都叫这个了。谢谢，你到底是哪个呀？阿宝，你改 ID 了，跟我说一声呢。老婆老公那么多，可记不清呢。宝，你戴个帽子不好吗？那个我没有戴帽子，是不是外面太阳太大了？你这样遮阳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哎呀，太阳好大，一遮，哎，暗了，哎，不错。大师兄，师傅又被妖怪抓走了。师傅，大师兄又被抓走了。师傅，哦，不是，师傅，不是，大师兄，师傅又被抓走了。老公，我带了遮阳伞，我来为你撑伞。屋里头不能撑伞，屋里撑伞会变矮。没有鼻孔，你不是？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啊？我想问你，你们想怎么样？你还要我怎样？就这么想看鼻孔吗？我已经，今天已经出土了很多很多迷之自画像，哦，迷之画像了。人家鼻孔翻，再看看鼻孔，别想，我拒绝。今天我只允许颜值翻在现场。好，变废。对呀，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爱好，真的是让人无语呢。熟悉的黄光豆呀。黄色的恩碎光充满了我的直播间。眼镜占了大半张脸，那证明我脸小。那我走，不给看鼻孔，那我走。怎么样，画进了你的心里？我从来没想到我原来长这样，谢谢你。敏感其实还好了，不知道这个词，会不会那个啥？纯路人封面是，哦，无语，你这是在引战的歪哥，哪里像了？怎么我像男生吗？我像，你这个光是夏威夷吗？嗯，你猜对了，非洲也不是不可能，好吗？我现在在热带地区，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海边，我要这样遮阳，不然光线太强，我的脸就是黄。光线太强，不遮脸会变得红红。我不是猛男，老公戴这个眼镜好好看，以后可以一直戴吗？你还没说你是哪个 ID 呢？嗯，你到底是我哪个老婆呀？不知道。你在迪拜呀？在迪拜给我捡一点钻石回来呗。要不去厕所直播？据说厕所灯好。厕所我坐哪儿？坐马桶上吗？我可能坐着坐着我就来那个粑粑意了。你的手机感光反应也太敏感了。对，哦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手机的终极问题。
我只有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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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手都不能往上放，你看，哎哎，下来一点，哎对，压住，不能说我是谁，这样才能保持神秘感。哎，行吧，反正我老婆多啊，嘿嘿。黄金财宝值宝。晚上好啊，手，对，我在手动打灯，哎，你看我不用手就可以能控制，哎，控制那个调，哎，不错，谢谢我呀，江江送了个啾啾，你是老婆一号，老婆二号呢？正好借机数一下我有多少老婆。啊，凉椰子是老婆二号，谢谢歪哥送了66个应援棒，谢谢歪哥。怎么你要求多还要骂你？粉饼是在你这里。对，在包里，就在包里。怎么摸起来嘞？嗯，那我就骂你吧，你这个该死的靓仔。你也是。压的真好。老公真的好帅，一根戒指穿了一色黑，老公好帅呀！老婆，叫我老公感觉好不习惯。啊，你肯定有很多老婆粉呢。我只有你一个啦。不要这个江洋大盗，什么玩意儿？不要这个名字很难听啊，他说我们两个叫江洋大盗，什么玩意儿好难听啊，就是啊，能不能取点好的，那么有文采，你们体现一下你们的文化水平啊，就是反正他们让你骂他，骂他们，我为什么要骂他们？他只能骂我，只能鞭挞我，我只骂我老婆。哎呀，让你们看到了这么恩爱的一面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错的，我们已经住了一周，哎，运营们，大王，我们是正常的啊，我们没有奇怪的啊啊，我们是很正常的。哎，那我走。哎，笑死了。马上明天我们就换住的了，一个电话过来。哎呀，好吓人呐。女生宿舍的日常，对对，这是女生宿舍的日常啊。看了彼此屁股就算一下。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厕所不挡那个，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么变态吧，看人家屁股。喂。我们现在还是很，我们是很注意尺度的，对，我们还没有那么的坦诚相见。你想跟我坦诚相见？不是不行啦，就是怕你有点害羞。哎呀，这哪里有输血站呢？不行了，我老公好会撩啊，老公太会撩了，哎呀！是，那洗澡怎么办？洗澡啊，就是互相漂嘛，不是？我们是。救命！完了！太奇怪了。没错，哎，一开始我还是挺注意的，但是没想到，哎，这么快就和前辈坦诚相见。现在管我叫前辈了？哎呀，一下子就跟我那么生疏了，下午还在谢谢老公的柠檬茶。老公昨天给我买了一点点的茶啊，名字叫又心动了啊。好羞涩，虽然大家都有一份，但是我的就是不一样。
没想到吧，你们的老公居然爱上了别人家的老公。完了，我没老公了。没有，你现在收获了两个老公。你想，杨若曦是我的老公，我是你的老公，等于你有两个老公。哦，四舍五入法。所以我们是你的老公公。无语。无语。给自己找一个提高辈分的一个东西。没错。取关了，别取关啊。老公，嗯，不要了，老婆们，你们就不能？你体会到我？我吸一口冷气，我真的是。今天西西穿了一身黑，超帅，超帅。哎，是他和高伟然跳那个什么来着？唱什么？哦，探戈，无声的探戈。对，无声的探戈，无声的探戈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时候穿的？我会忘记你管我叫 TT 这件事情。TT， you are TT， 我只是在唱那个歌，我没有在说你很铁，绝对没有在说你很铁的意思。哎呀，我开个直播。嗯，好啊，老公，哎，你们可以去看看我的新老公，好吗？太帅了，郑文已经被我踢出了择偶。郑文不是你老婆吗？哦，对，她是我老婆，她太母了。谢谢，承认了。啊，呸！我的后宫比较多啊，没关系的，不差这一两个。郑一文，你听到了吗？郑一文，他现在肯定不在。待会儿请大家截图发给他，录个视频吧，别截图了，多见外。郑一文是我老婆，哎，怎么我害死你们的老公啊？怎么公公恋不喜欢吗？公公，公公恋，公公他偏头痛，公公他偏头痛。你的老婆一号在吃你。嗨，大家晚上好。哎，老婆们啊，是摸摸头，老公还是爱你们呢。摸摸头，这证明老公比较有魅力，不是吗？哎，好油啊！我天哪。郑宇航今天很不对劲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没有，第一次见到西西子这么帅，这么 man， 有点意识，有点激动，并且还睡在我旁边的位置上。主要是你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女人。对，平常西西子很女，很女的，不是，现在不是说她很男人，我就是说她现在很瓜。现在我不女了是吗？她也很女，但是同时也很瓜。嗨，晚上好。好牛啊，这女的直接给我吸引住了。他不是心灵相吸的吸，他是吸引的吸。你好会呀、啊！嗯，你是吸吸子，没错，吸粉的吸。嗯，这样子显得我没那么。当然我是公公。我是帅哥，我今天不可以笑。笑死你！刚才一直在笑，一个帅哥怀里抱着个娃娃。哎呀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是我们俩的孩子。对不起，就是瞒着大家这么大了。对对，这么大了。既然他刚刚把孩子抱过来了，我就跟大家展示一下。对，他现在已经几个月了？15天了。哦哦，孩他妈说这才15天了，叫我们孩子叫啥呀？叫托尼。哦，对，托尼，对对对，托尼啊。这、哎、是我们先姐的孩子吧。对，哎，多像我俩呀！你看这绿色的眼睛，散发着智慧，多像我俩呀！他说我抱的驼你不像个男人，虽然，哎，孩他妈都不喜欢带孩子，一般都孩他爸带。不是我是男的吗？哦，对哈，那你带着孩子他爸不喜欢带孩子。哦哦，对对，孩子他爸一般不喜欢带孩子，都孩他妈带啊。谢谢星星的啾啾，突推突，是会突的意思。江江不喜欢玩偶吗？喜欢呢。黑的。看，这是我孩子。因为就是我们，我去来这儿没有想到的是，待了、就是。雌雄同体。不可能待过15套衣服。刮花。刮花。今天昨天来，我用裤子去拿了一下，就拿到了一身。是陀尼，对。
这样子的装备。我昨晚有那个就还蛮的公司的那个嘛，就是一身拼贴的，还是不是特别，不知道我算不算。只要我不笑，我就像个铁皮。平凡的直播好像应该不算吧。就我觉得铁皮，我可没喝多啊，我今天很正常。我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。你今天很适合跳那个 Love Short， 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？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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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啊！啊！孩儿，别看，只有我能看。太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对 ，Love Short 我没有听过。EXO 的，啊对对对对，哎你看你领悟的很快，不愧是今天的老公啊。对，老公在悟性都比较高。对。谢谢 Y。谢谢浪子 CAYY 送了一个应援棒。链子是银色的，这玩意儿。现在可以买个新代露，他和痛 CP， 真的吗？主要是你们知道吗？就穿的越不像一个女的，你越不需要化一个特别精致的妆，然后头发也不需要。你们看。搞得特别精致，你就可以出门了。但明天真的吗？明天会很精致，明天要化一个全妆。这个是，哎呦，之前他们送我的，某一个宝贝送我的，青黛露哎。嗯。他们真的吗？做一个男人，大家我不知道迪士尼这些小动物的关系啊。喜欢一个男人多好，不是？来，孩儿，见见你未来的女朋友。啊，女朋友对于他们好了。他们说托尼和那个青黛露是 CP 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但你这我也不知道。青黛露没有身子，咱托尼怎么跟他玩啊？没有身子啊！呀，原来你在乎这个。我馋的那是青黛露的身子啊。哎，懂了，改天买个大青黛露啊。嗯，好的。到时候我就把托尼给送过去。好的，哎，现在娃娃亲都订好了，我们真是有姻缘呢。哎，哦，快让他们亲亲，这不好吧？他是小孩子呢，不好的。没看见呢。不好的，托尼的初吻不好。进来了吗？没吧。真的，我今天早上就是真的是没有愿意跟托尼亲亲吗？发现自己铁鸡了。他说他害羞。铁鸡面膜。他说真是想到一个男人现在坐着一个青黛露，说好歹要约会几次才能亲亲，就是我们青黛露真是个好宝宝。没错，你们可能看不见。我好害羞啊。嗯，我这样跟托尼。嗯，而且我发现这个身上看起来那么尖。嗯，我们要互相的多认识几天。嗯，大家不要催我们。嘿嘿，不过我还是很喜欢托尼的。你为什么网页是教育行的照片？什么？是你的公司照倒了过来。哦，歪哥，那是那个。哦，对对，那个歪。YII， 对对对对对，他跑去你那儿了，笑死了。他送了个啾啾给我。嘿，他现在已经在这里，他说。我俩定了娃娃亲了，我俩的托尼和黛露。好的，等等露露长出身子，我就将托尼送过去。没错，托尼已经有寄托了。是，谢谢北京第一轮科学学生们。托尼的职业是小画家，这个帅哥新黛露的职业是舞者。哦，帅哥是这样比心的。好配呀、啊！就我看见男团都是这样比心的。哇，没想到你会画画，你也会画画，哎，不愧是妈的亲儿，哎，我也会画画。不错不错，哎。你俩，我俩什么？没办法，今天穿的就穿成这样了。嗯。然后我青黛露呢说他有点害羞。因为明天要早点起床。青黛露说他有点害羞，要多认识两天，约会再说啊。我们家黛露呢，还是比较害羞的啊。嗯。我只敢坐远一点，因为今天脸上的妆已经锁上了。所以迪士尼里一般都是托尼和青黛露一起出现。没办法，露露还抹黑了，他是害羞，他已经内心认同了。好的，有时间来看我东西。帅哥不会歪嘴笑，歪嘴笑好难笑。哪里能看他们的那个 CP 的视频吗？我去了解一下。好
但是我是个帅哥，不可以露出那样憨憨的笑。雪莉梅，你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？我只知道一些公主，都不知道这小动物，哪能看呢？谢谢橘子打包橙子的。你们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？披一下我的刘海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最近带娃带的太累了。我这不叫是瓜还是花，我这叫百变小樱。好委婉，直接说我笑起来没有眼睛不就好了吗？看江宇航的老公。这么快就已经官宣了，不好意思，大家不要去打扰我老公了。他也会很害羞的，毕竟我们才新婚嘛。好害羞呀。我坦白了，其实我们这次外务是新婚旅行，我们的孩子刚满周岁，一周的岁数。对，公费蜜月，羡慕吗？啊，女友粉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不要走我，不要走你！我真的是绝了，江宇航这张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说的我好害羞啊！哎，没想到我比你还会撩一点呢。谢谢说说木马，谢谢。他发言好劲爆，哎，毕竟可以脑补出我们的剧情了。看到你的一瞬间，我就已经想到和你一辈子的故事了。天哪，我怎么回事？救命呀，你是怎么生出口的？哎，天哪，我自己也吐。这种土味情话搁哪儿学的呀？哎，土味视频看多了，真是太难受了。真的好多好多好多这种土味话。他一直都是个土味风格的一个人。没有，我还是比较有感情的，是吗？比如说你有感情的话。I love you。哎呀，有点油，有点吓人呐，太吓人了。他那个表情 ，I love you， 跟吃了三斤小孩似的。你就是不仅连语调，你连表情都学的一模一样。姐姐心疼你。他把那种表情上的油腻也一个不差的学了下来。没错，外务队，对，他一直是个很土味的可爱女孩。好，谢谢你在后面加了一个缓解土味的嘴。不然你要怎么博得我的芳心呢？啊，你也很会吗？嘻嘻。话就直接一点，你那太土了。就直接说，就好像这个词好像是不能说的。什么词？老子爱你。要得。我爱你 too。听得懂没？谢谢一般通过 Panda 的啾啾。你在套路我们，他说一次本妈妈马上要进产房了，老公要不要看护一下？大家记得打麻药哦，老婆们。打面老婆们，谢谢张敏的啾啾。土味姐，就指你们，这是女生的友情，不，这是我们友情的结束，爱情的开始。好运通花匠，以后就是好运通花匠。谢谢三指两万。老公什么时候恢复饭台？我已经降回来了呀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好吗？你看，你作为我的老婆，你都不知道我搬回来了。嗯。没人心疼的哥哥，怎么会没有人心疼哥哥呢？进出了直播间，为什么觉得进出了直播间？我长得跟……我不会说。我长得跟子辈多像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想听老公对我说土味情话。哎，有哪些？哎，我现在一瞬间想不起来。就是现在，如果我换上那个黑色眼镜，我会立马变成一个书呆子，马上换给你们看。
你发一段呢，我读一下，我记不得了。这眼睛没见过，之前直播偶尔会戴，好像有戴过吧，我记不得了。哎，头发真乱，真的想去修一下刘海。有这个东西。嗯，这个眼镜看起来就像个呆瓜，找光灯，真的成了一个憨瓜，就是看起来傻傻的，就傻傻的，很聪明，很不聪明。今天好白，是灯光啊，今天灯光疯了。然后变得可爱了起来。今天灯光疯了。老公还在上海吗？在呢。就看起来特别的。手放下吧，没事，不用放，我就这样子吧。傻，就不太聪明感觉。你嗯，但是眼睛不好，就是因为我有点近视，我现在看不清楚。我们说到35，你看如果两副眼镜戴着，哎，你也在上海啊？今天的上海建筑上面一片雾，我第一次就是察觉到这里是雾都，然后看到今天的景色。对，好多雾呀，还有多久回来？现在不确定嘛，因为感觉还要。就是蛮严重的，不知道能不能。那你看起来好。就一切都没有眼镜，就显得我脸上很素。差不多200吧。就反正我现在这个距离，看这些都是就是挺模糊，都得这样看不清楚。就是这个距离是我，这是我最远。谢谢这位主持人阿姨送的十个愿望。那已经有点糊了。上海下的雨是慢慢想你的泪，你不是我的老婆吗？怎么变成了？妈妈，目送都挺不对眼，显得我很女。对呀、啊，会在上海过了，这会是又一个特殊的生日，因为你有，你要笑死。很女。谢谢 HJY 送的巧克力。妇女来看江江好啊，欢迎你来。谢谢草里的凉椰子送的应援棒。我的老婆们要打架了吗？哭哭不哭，来了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。谢谢我要将军送的戒指。像个呆滞的一个人。目测一下，老婆粉起码有3-4个吧，4-5个吧。那你爱的可能只是我黑色的眼镜，而且那副眼镜是高美然的，都不是我的。谢谢阿嘎 embarrassing 送了一个巧克力。多惨啊，谢谢。控制一下灯光。哎，刚刚做早图形态的早来了吗？早来了吗？就比如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一下，这是我希望我明年能够跳、能够扭出来的一种性感骚气，好吧？早来了吗？现在我只会啾咪，连夜开火车跑了，好家伙，这老婆粉终究还是丢掉了。啊，找到了。Don't touch， 小姐，请问你想点点什么？我想点你的开心。哎，怎么跳来着？有被游到。哦，我的小姐。什么？越看不清我，这气氛会让你神魂颠倒。爱上谁？欲望的双手使用着拥抱，要我的美。那那那，我完全想不起来。大家知道怎么吃海鲜最好吃吗？我就记得他有一起吃啦，他有一个这样子下去，这样子起来的一个动作，其他全爱上我。潮歌变线上公演了，正常现在就是广州的疫情的情况，我们甚至有可能有点回不去。主观上，老公可以来跳的难一点、我们两个这首歌比较母呀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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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难在。啊，对，我知道你是 call。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华慧的这个东西是从我入团到现在都觉得特别 我学不会的一个骚气。
你看我哪里抹了？虽然我有满心的光辉，我连广州的光影都学不下来。那你是大猛雷，上海哪有位置给我们挑？我在广州都没有位置给我挑。我也做过瓜的，我觉得我的探戈跳得很帅，比我的东塔曲进步多了。跳得很帅，我逐渐僵化了。我今天在一起，帅哥，美女，无语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所有人都要跟我一样了，太好了。对啊，待久了就是这个样子。开心嘛，你开心最重要嘛。找了找什么？哎，找了哥来播播看。逐渐葱花间了。萨瓦迪卡，こんにちは。啊！好吗？救救我！求求你了。然后是什么呀？他今天在外务的时候也在，突然我在旁边，我直接说啊，求求你，我要堵住你的嘴，信不信我用我的嘴堵住你的嘴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教室了，我说叫西西，他说他叫江江老师，他说不，他说我叫葱花酱，我就说萨瓦迪卡，不什么，我尼基哇，萨瓦迪卡，你们好吗？大家可以叫我葱花酱。其实你当时一出道，我们听到觉得开支费，我们就说了，你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后悔。你后悔花过？你这个后悔有一个月吗？可能也就一周左右吧。就开始后悔了。哎，在剧场，其实我感觉还好，只要在外面有人说，我直接。我现在我这个我的开支费也是。天哪！等我再成熟一点，我就为自己换一个开支费。谢谢三哲，我要录下来当起床铃声。那你可能一辈子都不想睡觉了，就怕听到那起床铃。有点无语。松花墙台。我要回忆一下我跟我的那个小哥说，我说我是。我们从我的东塔我是，哎呦我的头发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我的无声的探戈。我说我跟那个我跟那个小大伙姐说，你可以叫我葱花酱，葱花酱。他说什么葱花酱？我真的无语。笑吐了。葱花酱。葱花酱。其实你叫葱花酱，可能都比葱花酱要没那么尴尬。谁都有。你这是。你好，你可以叫我葱花酱。也是啊，我为什么要叫葱花酱？我说，哎，你可以叫我江江都好，为什么要说葱花酱？我真的好羞耻啊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突然想这么多开支费，我觉得我的已经是拉克里面够羞耻的了。结果我发现居然有人惺惺相惜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对，但是是八七里面最最最羞耻的一个了。睁眼就是十子君。是啊，十子君那个是。我帮想的，就从你数到十，睁眼睁得见大十足军，十足军当时可抗拒了，最后还是真香，还是用了，虽然只用了一会儿。张旭宇的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张旭宇的我竟然没有。哎，你自己的哎，同期生，你记不得人家的 catch phrase 呀？我张旭宇的 catch phrase 是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前几天你还找舒宇的呢。他转身就忘了给我抽了什么。我看一下啊，让我回忆一下他的 catch free。 哎，谢谢 A 吗？不像你，你只会心疼讲讲。你在看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刷到了我取消闹闹，我们俩争夺闹闹的时光。大型送走现场。是，我自从把那个手机把闹闹拉黑之后，闹闹再也没有回关过我了。开心嘛？我你看，我又用我的心机，让我少了个竞争对手，太厉害了。闹闹为什么不关注我？我太厉害了。来看看我们刚出道的视频吧，要不然。好尴尬。哇，我从来不点开。我们可以一起回忆一下，我回忆完我的，然后再来回忆你。别，我会在那之前迅速的关掉直播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江宇航开始回忆起。再见，我立刻
就是我立刻答应他们去厕所直播，我直接再见。谢谢阿嘎 embarrasses 送了1元镑，谢谢我要将将送了12个元镑。弄得有很多追求者，为了把他们一一赶跑，我给江江送礼物，西西子不会生气吧？天哪！我的老公怎么会生气呢？有被自己傻到哈！我的老公只会抱着我一顿狂亲。嗯。早上呼唤戴亚梦多，这种声音好明显啊！为什么能他能把那个我在干嘛？有好多人唱歌，读成那个英文单词能读成戴亚梦多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傻瓜，怎么了？原版翻译哦，这么早睡啊？好啊，巴拉比巴拉不放糖糖，拜拜。谢谢宗师纯最喜欢我送了一个神奇魔方，谢谢，谢谢你。看你好久没发言，突然一下就送了个礼物，谢谢你，好突然呐、啊！以为你已经被我吓退了呢。哦，谢谢航母，谢谢航母，好啊、谢谢我的航母妈咪们，谢谢，要谢谢你，妈妈在吃饭。好，那我就不说一些影响你吃饭的话语了。好好吃饭，航母，好好吃饭。怪不得呀，经典 Japanesely， 还有比方说 Milky， 还有一些英文单，哎，还有他们有些英文单词读的也很那个，哦 ，sorry 会读成 sorry， 因为他那个 R 和 L 的话，他 R 的音他会读成 L。多啦，今天有点炸毛，因为我很久都没有做过头发了，然后这几天也没有时间去理发店，好炸呀、啊！今天我是松狮江，哆啦贡是什么？松花江 Dragon 哆啦 A 梦，他是这么读的吗？哇哦，我们听一下超市开始会，哎，差不多了，该跟大家说再见了，他去都没有粉丝在下面，要去写东西了。就是虽然特别，但是于我们而言，拜拜我的宝们。但是还是蛮希望下面有粉丝。哎，好油啊！拜拜我的宝们。就觉得蛮遗憾的，而且当时就是我们。哎，我要今天怎么变成了？剧场都没有人吧？变成了老公粉了。什么特地大晚上跑来看你的？对，我要备战高考。我们教室里两个人抱着我们就要高考了，大家祝福我吧，就是逢考必过，好吗？没有人管我们。也没有人理我们，刚刚过了儿童节，现在马上准备高考，太不容易了。就是拜拜，你去西西姐那看一眼哈，谢谢你看我老公了，但是要注意言辞，别让我逮到了。笑死，拜拜。就是，老公你好，老婆再见。好，老公快跑。好了，溜了溜了，你们好吓人，好害怕。谢谢赵月露婷小四纳宝，老公娶我送了1元镑。你的老公真多，想你们哟。等我回去啊，现在我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可能要晚一点再能见到大家，所以如果能直播的话，我会多直播一点的。
不像我，我只有你一个老公。世上最可爱的大笨蛋江宇航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不信，就当他是在骗我吧，我心甘情愿。你是妈妈的唯一，好的，你们说什么我都相信，只要是你骗我，我都愿意。拜拜。但是当时也是蛮难过的一件事情的。我的老婆粉们，拜拜。对，就感觉他们窃窃私语，整了半天。